然后那要换他来介绍下一位吗？那介绍你的好朋友出场，今天你的好朋友来捧你的场。其实是捧你的场吧。柯佳燕，我的好朋友。耶、他来，哎，你拿这个是什么？我带礼物给你，这个是大麦。希望你们的那个电影可以大卖。希望电影大卖，所以我们的五星级鱼干女跟我们西城童话女主角要来交换礼物了，耶、谢谢，送上一把大麦。那所以意思是没有要反送礼的，是你哥要出来了吗？好的，好的，那现在要交换礼物了，所以瑶瑶也有礼物要送，就是我，不是要保送呢。是平板电脑吗？哇，不是，是什么？哇，是写真集，全裸写真集，这个，谢谢。哇，是我们的电影票跟那个，只要六张票，是西城童话的交换券，还有我们的 iPhone 的这个明信片。我要写，所以现在要签名吗？签名吗？我要签名吗？签名哦，表示你送他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你可以签啊，我弟超喜欢你。我要把转送给你弟吗？佳燕想会让我签一下，可以签，我妈妈超喜欢你。可恶！你们得到父母的喜爱也是蛮开心的。好的，哎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好。好的。六张交换券，刚刚佳燕还在问说，请问这交换券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对，是真的。右边，我们先看一下右边这边，右边这边。跟墙壁融为一体的大哥，看一下中间哦，看一下中间战地记者的部分，尼采的尼采战地记者，啊，看一下左手边，左手边蹲在地上灰色衣服粉公司的痛，让他拍一下自己。哇、哦，看我这，谢谢。好的好的。好，再给我一张，谢谢。好的，卡车摄影师，卡车摄影师。也欢迎大家，明天一月四号就是我们的首。欢迎小龙。耶！非常感谢嘉燕来站台，因为他也是我们台北爱情节目五星级鱼干的一员。谢谢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跟我合作的紫色大道城，所以很感谢。然后两位女孩呢，其实也合作过电视剧，那。平常就是好朋友，我刚问说多久没见了，结果平常见面。好，那也要。我是郭腾，我等一下跟谁领钱？来，好的，感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明天首映会要记得来哦。我是没有事先看那个一些预告跟介绍，我希望不要有太多的就是那个剧情，就是进来看一个故事，希望有一点惊喜。你有看五星级鱼干女吗？你没有看？没有时间了，还我还我。你很忙。我很诚实。东西还。我很诚实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马上拿那个 DVD 给你，这样你就可以在家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有看《紫色大道城》？我不要再问了，算了。有有有，这台戏我有看。谢谢你看《金牌英雄》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好，那是怎么样？那我给你钱了。马国德是怎样？现在眼睛跟我穿一样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然后在里面有七壮的演出哈，然后这个你要换，再换一个 pose 啊，对。那就只好由嘉燕来把它吸引过来。今天真的很感谢这个大家来捧场，谢谢各位阿姨们。有啦，总是你知道旋转一圈或什么。谢谢嘉燕来站台。其实我们上礼拜金牌英雄才见面，因为我们金牌英雄的，我们大家都还会一起聚集。对，所以上礼拜还有跟大家一起吃饭。好，谢谢。就说到说要来捧你的场，这样子。他说看你的电影院，看各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的。好，站在这里。哎，看左边啊，换个 pose， 换个 pose。